对，射护腺的肥大是男人一定会必经的过程，只有一种男人不会有这个问题。哦，那就是太监。哦，太监不会有射护腺肥大的问题，是很简单，因为太监本身。他小的时候不是被阉割了吗？阉割了之后，男性荷尔蒙就不会再继续分泌。所以射物腺肥大主要的原因来自于男性荷尔蒙。所以呢，当你的射物腺很大，你要很庆幸，因为你年轻曾经疯狂过。是啊，如果你的射物腺都很小，没有什么问题，表示你年轻表现平平。哦，没有什么太大。唯一的安慰吗？